跨党派发起联署的市议员王醒之、张渊祥以及陈维仲三位议员，取得另外14位跨党派市议员的支持，在基隆市议会提案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，在明年1月召开的环评专案小组会议前，应该要代表基隆市民反对这个规划案，采用其他各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处理，避免外木山74000多株珊瑚被活埋，以及保育类海龟的栖地和1/4外木山海洋生物的消失。不只是市民朋友，大家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形，不知道协和电厂利用更新改建为天然气的发电机组，而夹带着一个包裹，这个包裹是要来填海造陆18.6公顷，等于443座篮球场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填海造陆要在外木山发生，可能会灭绝掉外木山的天然海景以及海底下的生态。明年一月要来强势闯关的台电协和电厂这个环评案，它是只用12页不到，甚至还在网络上复制资料的这个报告，来告诉基隆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珍惜，非常多市民爱护，而且非常对大家来说有非常多美好回忆，的一个海岸，就即将在明年1月被强势闯关，就直接来判下死刑，然后要填海造陆这么大的面积，那其实会造成整段5公里的海岸，我们仅存我们自己基隆市旅游网上面写的仅存的5公里天然海岸将会丧失，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台电却公开的拿他们民意调查资料说，有80%的基隆人都赞成这件事，但是我们站上街头，站上肥皂箱一讲，跟基隆人说台电被囤害，大家马上都说不知道。我们都已经提出4到5种的替代方案，但是台电都不愿意仔细研究。最根本的就是就现有的厂区、已开发的厂区进行重新检讨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。谁说一定要填海造陆、活埋70000株珊瑚才叫做好的能源转型呢？想要拜托基隆市政府，看在17个议员共同提出这个案子的份上，请你下一个月到环评会开会的时候，各局处麻烦提出对于这件事情有疑虑、要求台电再仔细审视的意见，证明给我们所有基隆人看，基隆市政府是一个关注海洋生态，并且愿意守护我们基隆市最后一段最长自然海岸的决心。提案中说明，位在外木山的台电协和发电厂要转型为 LNG 天然气发电厂，规划用填海造陆18.6公顷，大约443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，来新建2座16万公顷天然气储气槽以及天然气船码头。这个计划如果通过，外木山海洋生态将受到严重破坏，因此基隆市议会过半数跨党派总共17位议员联署，要求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在明年1月召开的环评专案小组会议前，应该要代表基隆市民反对这个规划案，采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处理。而在临时会闭会前，议长蔡旺廉鉴于联署的市议员众多，特地让临时动议提案议员说明，但是依规定市府官员不需回答，议长也希望市长和市府官员要重视议员们的这项建议。刚刚既然是很多议员在关心这件事情，我就也在这里也希望说，市府对本案一定要审慎来研议办理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